宝宝是祖国的花朵，是未来的希望。别看他们年龄小，可是他们个个身怀绝技。奔跑吧，宝宝！未来的飞毛腿鉴定完毕，来，有请下一位达人登场。哎，看样子还是个还不会走路的宝宝，他能会点什么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仰卧式蹭地前进，牛不牛？后面有头发才怪的，都给蹭没了。没看够是吧？再来一遍。哎，好了。弱弱的问一句，宝宝，你是因为被痒才这样的吗？请大家保持安静，台球大师要清台了。潇洒利落，一气呵成，看这架势，绝对要一杆清台啊！你还要吃吗？妈妈都怪你，你能别打岔吗？你还要吃吗？魔术大师展示神奇悬浮术，现在将纸牌从左手移到右手，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弟弟，求你别添乱好吗？有些舞者是天生的，比如这位领舞的小宝宝，呆萌的眼神，肥短的小手，即将撑破衬衫的肚皮，这都丝毫掩盖不了一个舞者的气质。宝宝，长大后继续努力，我们看好你哟。